因为现在全家经济支柱都是他。他靠什么养家？我们现在就是频道一路到现在，我们开始有业配，然后当然有点击的这些费用啊。我们团队就是我跟他还有点点宝宝。抖哥流量组为鼓励年轻人多创作，创立剧本创投平台，已经七年五日举行春酒。老婆赵小乔也带着超可爱的女儿点点宝宝先生。这个创投平台，我觉得要很谢谢小乔支持啦，因为现在全家经济支柱都是他，所以我可以做一些有理想的事情，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七年嘛，那真的很谢谢他。因为这事真的完全不赚钱，就是完全没有商业模式一直在做。他靠什么养家？我们现在。就是频道一路到现在，我们开始有业配，然后当然有点击的这些费用啊，广告的费用啊。哇，他光频道这部分就可以养家，嗯。现在已经有团队在做这个。我们找了两三个剪接师协助我们做剪接。我们团队就是我跟他还有点点宝宝，外加一个偶尔会进来帮忙的犬犬。点点宝宝也成为最萌网红。慈父提到前阵子点点宝宝被蚊子叮，扯不舍。我跟你讲，我一辈子没那么痛恨过蚊子。他那天被咬了12个地方。啊，对呀。我回家之后看完哦，我气到我把衣服脱光了。我待到房间把门关起来。这是25孝的故事，可以写一个。裸身喂蚊哦。对。裸身急蚊呐。对。然后我还想，我气到，我说哪一只蚊子被我抓到，我一定会把它吃掉。一只没抓到，那天12个疤都肿到大概那么大，真的夸张，真的不夸张，真的。我那天回去，我一句话没讲，眼泪快掉下来。每一个都那么大，你看它这个每一个都已经那么多天，已经好了，已经好了，已经好了。所以那时候肿起来的时候，真的是中间是水泡。那你这样子，我真问我有没有任何用？对啊，牺牲色相，白白牺牲色相，好傻。